上个礼拜跟他合作了一首歌，刚刚在发行。这首歌上网上找到，人名我先不说，因为我要现场。我唱到一半，我再叫他出来，好吧？你走吧，带来这首《心向你飞》。一阵雨落下了多少叹息，城市里弥漫着谁的孤寂。可以拍照片吗？明明拍照片，这里沉默的那种疏离，黑夜中依然如此清晰。吴奇隆，帅帅，抬起头，有路吗？还要我慢慢想起，伸出手就可以拉近距离，笑容里绽放的所有讯息，这场雨终于就要过去。明日的台阶。
给我咬一下好吧，这也是四十年的朋友，每次看到头我就想咬。来，有没有李琦？我看到 MTV 里面很多都有他的画面。李琦老师带领的弦乐队 1, 2, 3, 4。他算是年轻的，因为本来啊，他爸爸是我们的一个一伙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爸爸生病，所以说由你来代替，好吧？争气一点啊，打花俏一点。1, 2, 3, 4。我们的涂影老师也是我们的 band leader， 我无法形容，我没有他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办，也是认识四十年，这边都是70岁60岁的人了。来，涂影，当年台湾的流行音乐80%的吉他都是玛莎老师弹的，60%以上都是你老师弹的。玛莎老师现在不讲年龄了，我有个想法，两位啊都是吉他的佼佼者，来，我们俩对标一下，好吧？我们俩对标一下。限制啊，想怎么打就怎么打。
在梦里相依偎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